起借头收借尾，即几冬来着，讲一冬、两冬、三冬、十二冬，为咱做借到咱要完借这段期间，为虾米要做完借？讲即几冬来，吼、哦，咱大家拢真平安。啊，当然就是讲，做一个完借来收一个借尾，啊，来捡下天因安尼。啊，所以讲咱北港牧地公这道会做这个仪式嘛，是咱在心也来支持嘛，因为咱本来嘛咧讲可能是三冬，吼、哦，咱即摆应该是两冬。两冬至三冬去嘛，啊，迄阵他们注意咧讨论吼，啊，无十二冬后，较来做嘛是有可能，啊，结果就是在新年，虽然只是讲今年咱就要来做这个完结。啊，所以讲希望吼，咱这道北港牧德宫，啊，咱做这颗叫啥天意的完结，刚五年啊，有来参加的回首信众。嘛，希望讲咱丙辰年会当来参加这个完结一个圆满。啊，甲五年无去参悟到的，啊，丙辰年一定爱来参悟。